好嘞，好，这是番茄给大家带来的《皇室战争》啊，又到了今天的开箱打罐时间到了啊，因为番茄那个出去去安徽去了几天，所以说有几天没更新，希望大家理解一下，并不是说番茄那边啊怎么说偷懒啦，你怎么更新打不过去了，没有这样的事儿，兄弟们，告诉你们没有这样的事。哎，我差点，哦，两张可以用了啊。啊，你们信番茄，没有这样的事儿。番茄没有说什么因为自己打不过去了就那个不更新了，不可能的，在我眼里没有什么打不过去这种事儿的。哦，有，哇，操，使用，那现在换个什么呢？你下来，大皮卡费太高，卡手了，换个什么呢？火球，我没钱啊，现在先要点卡。给我点钱，这他妈还要野猪的，靠，番茄没野猪，不好意思啊，番茄屌丝一个。哎，大块头买不起，80块钱买不起。哎，这个我也要，你买不起了，10块钱我都买不起啊。哎，我的钱都去哪里了？我想要一点什么卡嘞？万箭齐发吧，七级的万箭还是有必要的。七级的万箭至少可以保证这什么的亡灵大军灭得掉，不然灭不掉太尴尬了。好了，不管了，先打一会儿吧，兄弟们，先看看卡啊，重新配一个，我们重新配一个，重新放个位置，刚刚那位置不行，重新配套卡啊，重新配套。让我想想，这次的话，我用大皮卡，大皮卡的话需要有过手卡。过手卡，大皮卡其实不需要冰冻啊。番茄这边现场配套卡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加农炮其实还可以啊，等级有点低，不需要冰冻，大皮卡要冰冻。哎呦靠，这我要的，现场配套卡给你们看啊，大皮卡要这个，对，万箭我也要，然后大皮卡是不需要大块头的，因为你有一个大皮卡了，就可以基本上解其他东西就可以了。绿皮没有必要，法师顶半场。法师顶半场，这个顶半场对空有一个两个三个对空，蛮子其实用不到，这牌其实不需要蛮子，我需要一个五级的火球就可以了。这牌没有五级火球的话，六级的加农炮其实也不够，最好是七级或七级以上的加农炮，不然这加农炮没用。让我看看啊，什么办法。蛮子这卡真的没有，这牌是不需要蛮子的。换一个，有什么办法可以 AOE 的吗？没有的话就换这个啊。来，我们试一次啊。这牌是不需要蛮子的啊，配大皮卡的话，你其他卡的话只要过手过得快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有大皮卡，其他过手过得还能慢的话很难打，那你的核心就大皮卡，这个是送的，可以送给他。来，我们试一次啊，试一次我们的新卡。哎呦我的天，哎呦我的天，不讲道理啊，啊就知道你有电。哎，哥们觉得我好，哥们觉得好为难，兄弟们觉得好为难。三个炸的全部炸完，这东西直接可以把我家给喷了呀。好，准备好啊，怼！对，把我家给怼了，就这么屌，兄弟们，这东西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啊。哎，想想看怎么办啊？三级的女巫，她女巫等级也比我高。八级的这个应该能秒得掉的吧，能秒得掉，还不错，不急着清他，这东西不急着清，这东西如果他真的把我塔推了只能让他推了，不然的话我大皮卡这辈子下不去了，兄弟们，不然我大皮卡这辈子下不去了。不要急啊，没关系的，这都没关系的，这都不是事儿，兄弟们，番茄已经告诉你了，这都不是事儿，对，这都不是事儿啊，过来了，不要笑得那么开心，等会反打一波看你扛不扛得住，最好能凑个剑雨，因为他后面的话是有一批亡灵大军，我们还记得，最好能凑一波剑雨。对，好球，一炸，再一炸，看是一个再一炸，漂亮，可以，凑个剑雨啊，他后面有一波亡灵大军，
剑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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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预判个剑雨的。我差了，没打掉，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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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没？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啊，兄弟们，番茄告诉你们，事实就是这么事实啊。这他妈还要加速的，那没用，加速这东西有什么用？对，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啊。想赢番茄哪有那么容易？这波推得好的话，我就能直接推下来了，给自己一个信心。小心他的那一批亡灵大军啊！好 ，OK， 我先加点速。对，亡灵大军就这一批。好，可以，后面直接怼过去。再上个大皮卡，时间可能来不及了，我就要加点速啊。你不要这么无耻，你不要这么无耻，不要这么无耻。靠了。来不及，时间来不及了。这把其实有的玩，兄弟们，我这大皮卡顶过去，他后面是没有办法防御，我可以直接清他家的。他那个卡实在有点屌，其实他不应该跟着我的节奏走。我现在大皮卡是我这节奏，这张卡是有点屌的，传奇卡、钛金卡是有点屌的。我一般看到钛金卡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逃的，太屌了。再试一波这张卡，这卡主如果不行，我们就换，再试一波。这卡主上手上来了，哎呦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怎么能这么屌啊？不讲道理的屌，是不是兄弟们？这不讲道理的屌，这该有多屌，要多屌有多屌。对，他不讲道理，我们只能跟他一样不讲道理了。复制，复制啊！你没看错，复制。那又怎么样？到一个，到一个。不着急啊，不着急啊，他剑雨刚刚撒过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的话上骷髅还是可以的，上了两批小的，撒了一批剑雨，等骷髅还可以上，没有一个，那是比较坏的啊，两批骷髅，你费多啊，没地方用，这不是费多没地方用吗？怼一下，好漂亮，可以。三级的骷髅王，哎，三级的骷髅爸爸，太他喵屌嘞！三级的骷髅爸爸，没有什么太好的想法，我对他们没有想法，没有欲望。在打后面的，不是打前面的，后面的输出高，前面那个虽然炸一下塔攻击力高，这番茄一直用嘛。他有一波剑雨，不能上绿皮啊！他有一个剑雨的，对，他有个剑雨，千万别上绿皮啊！刚刚那情况上绿皮我们就跪了，看起来这套卡打不过他们，这什么情况吗，兄弟们？这什么情况吗？哎，这什么情况吗？啊，你们知道吗，兄弟们？这是什么分段的卡？想都想不到的，这是什么分段的卡？可以，不着急啊。虽然打成这样子，我们就慢慢来。好了，塔被炸掉了。可以，就这一波吧。后面会有那个蛮子，对，我就已经知道他后面会出什么了。但没关系啊，对，我就算知道你后面会有蛮子怎么样，输赢就看这一波了啊。因为他剑雨放过了，直接后面放苍蝇。但他这个东西自爆好烦啊，你看这东西自爆好烦啊，自爆的话把我原来可以冲一波的机会又没了。这套卡看起来比较弱，好的，我们看一下这张是几阶的卡，你们可以仔细看一看这是几阶的卡。没什么，很正常的，我觉得现在如果把输都是很正常的。这张是几阶的卡，这张叫圣水收集器啊，记得东西，它会无限的帮你产生圣水。然后这张卡的话是什么样的，然后是在这里的，是一个1700分段的一个卡，1700分段的卡，它现在能掉到1400，你这要输几百啊，这张卡证明打不过它吗，我们换一个。
打不过番茄就老老实实的换呗，对吧？大块头的话可以顶一下，但也没用。其实刚刚那情况我告诉你们，大块头也顶打不过，然后那个大皮卡也打不过。不过大块头这个卡的话，带个冰冻说不定偷一发鸡，还能把他的冲过来的大骷髅冰一下。对，试一下啊，慢慢修改呗，不行的话你大皮卡带冰冻，虽然的话比较费卡手啊，比较卡手，而且上卡还不错。你看有大块头的话，上手就有大块头。我们的前两把大皮卡的话，上手都没有大皮卡，上手直接卡手卡在手上，连过个三回合都出不去的。而且大块头这边至少低个两费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两费里边迂回凑个冰冻的费。不要管他，一个这个东西推不了你的。好，拉开点阵型就可以了。对，一个的东西推不了一塔的，不要怕啊。好，第一次就往上上，不用管他。对，直接上，不用管他，兄弟们，不要管他们，千万不要管他们啊，千万不要管他们，你就逗逼了啊。你怎么这么屌啊？千万不要管他们啊，就是干，成天火之战。为什么我刚刚放了个冰冻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，我是为了让他的塔的仇恨转移到大胖子身上。因为刚才这个塔一直在打我女巫，我为了让我女巫不死，我只要放冰冻，让他塔重置仇恨伤害，所以打我大块头。他是哪个东西在前面就打哪个东西的。那番茄又一次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啊，没有用，对拆对番茄来说都没有用。你如果对拆打得赢番茄，那证明我对局势的判断不如你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打这游戏打的这分段，没有几个人我差了1700分段的东西啊，又一次我们看到了，就打到目前这阶段的话，没有几个人敢说他的一个局势判断率是能超过番茄的，所以怎么说呢？就这么回事啊。三级的女巫，可以顶个胖子啊。第一时间顶个胖子，顶胖子的话是让后面蛮子对拉开，女巫在后面的话可以打出城镇宿主，我主要是让那个蛮子跟大块头给拉开距离，但好像事与愿违啊，但他的亡灵等级有点高，看得有点虚。好吧，上这个看看他有没有剑雨啊？没有用剑雨，他用的是这个啊，用的是雷小雷。哎，好伤，没有剑，用小雷直接可以清了。哎，蛋疼的一毛，兄弟们，你们没有看错，蛋疼的一毛。啊，怎么打？想一想啊，怎么打？后压大块头，直接加那个，直接加绿皮，直接点，那算是可以的。想一想，不要急啊，想一想，他有个小雷，他如果真的跟他比速度的话，是比不过的。剑雨先清一波，对，然后这边直接上，对，他有个小雷，让我想想啊，应该我抽个冰冻，说不定还能解一回合。这没有，我扛不下来，不是我不想扛，是番茄扛不下来啊。正面打不过，等级太低啊，我的塔等级低，我打了他半天，那个塔他打我几下就没了，等级比我高。好嘞，再试一次吧。来，走起，又是大块头，大块头加女巫。我这大块头好像等级比前面那个同学大块头等级低好多、哦、这都是看了番茄视频学的吗？对吧，这组合都是我一直用的呀。好，这波是反打的机会啊，顺便可以看看他的卡啊，对，顺便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卡组啊，他这送了两波兵，送完之后他就没费了，这波是不能送的，这波对面逗逼了，这波是不能送的，这波送完之后呢，对面可能把自己给送进去了。还好他这一波救命的剑雨啊，
兄弟们，送了两波兵之后，对面有一波救命的箭雨，没有让他塔直接倒。如果他那波，没有这波箭雨的话，可能就把自己给送进去了。不过怎么说呢，还是把自己给送了一大半，不能这么送的，直接往人家军，因为他没箭雨了。除非他运气好，手上带了张复制，不然他就狗带了。对，除非他复制，没有复制他就狗带了，这不算了。小皮卡，那我留着防守吧。留着防守吧。对吧，反正留着防守也可以，不行就个冰冻。这就是我那套那个大皮卡没有的卡，就是让冰冻术。冰冻术的话不要把它只想着进攻，冰冻术的防守能力其实比进攻强很多，你们看到没，冰冻术的防守能力有多么强，就这么强。现在的话我们有一个塔的优势，先不着急进攻。而且他刚刚那波箭雨被我骗出来之后，我直接用巨人加苍蝇流，直接是把他那个塔给打掉了。就是有这么一个操作的细致的地方。去攻哪，攻这一边，因为他可能会打我这边，因为我这边塔血少，所以他可能会打我这边。果不其然，我用巨人防守，这是巨人防守。对，这波是巨人防守，因为我需要最快速度清掉他的巨人，不让他打我一下塔。他打一下就打一下，然后呢，靠蛮子冲第二波，就是我的主 T 嘛，主 T 是巨人，副 T 是蛮子。那蛮子这边冲第二波都可以啊，有蛮子还可以再来一波，飞的飞差不多。那你看他，因为蛮子可以做第二个 T， 虽然那个蛮子肯定不如那个大块头 踢的好啊。打过魔兽世界都知道了，一定要有主 T。你看，副 T 那边还留两个，主 T 继续扛上。就打过魔兽世界都知道，你肯定要有 T 的啊，你没 T 你玩不了的啊，肯定是要拉住仇恨的 T。你看到没？拉住仇恨的 T 啊，然后副 T 的话只随后赶上，这波的话可以打个三怪。剑已经出来了，直接放。剑已经出来了，直接放那个啊，苍蝇海。对，剑一出来直接放苍蝇海，说不定还能打三怪。果然啊，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啊。番茄又一次啊，用技术的一个方法啊，技术流的地方呢，展现给大家看啊。为什么我苍蝇没有放？因为苍蝇没上来，有上来的话，它是直接蛮子啊，它是那个法师加大块头，可以用苍蝇加冰冻直接解啊。但这解了之后的话，你可能裸上苍蝇会容很容易被它解，所以这种后手苍蝇的话比较好，可以做一个突袭。希望这同学不会再来点什么越级的卡或者传奇的卡，我比较需要。现在马路上都是这种越级的卡、传奇的卡。我碰到一个之前那个玩这游戏很高手的朋友嘛，他说现在很多人很坏，从2000、2400、2500分故意掉到800分，掉到1000分，然后开始吊打小朋友。我觉得这都是心理有病啊。对啊，这都是心理有病。你能好好的能玩，你干嘛故意掉分呢？对啊，你故意掉分有什么意思呢？这欺负小朋友嘛，只能是。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。哎，你们还能卡我一刀。好的，这一波我是赚的啊，这一波是赚大发的啊。这是亏的，要被怼一下他，对，这怼一下他没有办法的，这是亏的。但是我赚在，我费用的少，而且我上去三个那个，然后他这波用的费非常的多。两费、五费、三费、八费，他全部把所有的费都丢出来了。这波我抢节奏了，兄弟们，这波我现在十费满的时候，他现在最多只有五费啊，我抢了一波节奏，满满的一波节奏。他现在，我现在五费送他，就说这个巨人我是送他的，就是怎么算着也不是送的，这个巨人就算是白送了一个巨人，白给的啊。他现在才十费，那他现在才十费，这巨人是白给的，就说马路上我多了一个巨人啊。所以这把你刚刚看到我这抢了多少节奏，你们可以仔细再算一下。这边上这个，我是阳攻左边，实攻右边，阳攻左边，我实际攻击是右边。这边需要一个箭雨，没有箭雨的话，那骷髅兵会被你打的不要不要的。对，我是阳攻左边，实攻右边，右边这是我这次的本次的一个实际攻击目标，看到没？对，番茄把自己的想法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对面啊！这小皮卡可以把我打的不要不要的。这两个东西，如果你不放苍蝇海的话，一秒钟塔就没了。我说什么了呀？一秒钟塔就没了，我没骗你们，无所谓的，这无所谓的，因为现在情况下你看到，哎呀，番茄，你一个塔没了，哎，没错，但是怎么样，他一个塔只有300血，其实对我来说，他一个塔已经没了，我现在要的是一个契机啊，我现在要的是一个契机啊，就是这样，我要的是一个契机啊，这些东西我都无所谓的，你看这塔完全可以点回来的。
现在我要的是赢他另外一边的一个契机啊，就是不要在一层一层一池的一个得失啊，对，不要在一层一池一层一池的一个得失，要的是胜利啊。来，这就是个契机，这就是个契机。啊，你特别他真没看错，这还真就是个契机。我差了哎。好了，又要把这把的胜率无限的往后拖到好久。靠，什么情况？那个，我觉得吧，卡单换他卡。我觉得皮卡带冰冻其实也可以啊。皮卡带冰冻，总觉得有些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啊。皮卡带冰冻，皮卡带飞艇吧，推塔速度比人家快，试一下啊。哎，这分段其实随便玩的。好，这次已经上手有皮卡啊，皮卡带飞艇的话打的稍微对差一些。我六级你八级，你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呀？我塔才多少血，你塔多少血？好，大皮卡，飞艇飞太高了，其实这一波飞很高。我靠，什么那个东西啊？最讨厌这种小东西，射箭射的死吗？哎呦，射不死啊！我靠嘞！几级的？哎，这不讲道理啊！这几级的？哦，这几级的？几级的？几级的？八级的。啊，推他一下可以，推他一下就可以了，满足了。我来能贼你一下塔吗？贼啊，贼出来了啊，还不错。这东西怎么会九级的呀？这东西几级的呀？它是一下打不掉吗？一下真的打不掉。哎，这东西有点不讲道理。按道理说，这种东西是建塔直接一下能秒的。那我没辙了，兄弟们就这样子了，番茄没辙了。啊，番茄没辙了，随便你干嘛吧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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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屌，真是屌，真是屌，七级的，七级的，但我没办法了，你们看了办吧，我就只能听之任之了。啊，来吧来吧来吧，修炭一个法师一刀，这我赚的啊，其实他这样打错的，他上小皮卡才正确的，不应该是那个，不应该是这么打，他这边上错了，这把对面是失误啊。这他妈这么高，我剑影清不掉，我不知道剑影清不掉，浪费了。哎，我剑影清不掉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五级的，五级的，五级的，哎呀，这不就是2800多分那个同学掉下来那个同学吗？啊啊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这不就是2000多分掉下来那个人吗？没什么好意思呀，我靠，这怎么搞吗？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啊，还能坚挺一下。八级的一刀啊，你没看错啊，就是一刀。就是一刀，你看到没？就是一刀，就是不讲道理啊，就是要一刀。哎呀，这清不掉了，没法子，十级的，十级的不讲道理，十级的，十级的。十级的没办法了，跪了，断线了，断线了，断线了。怎么玩，兄弟们？我就问你是这游戏怎么玩？这游戏好玩吗？没花钱就不要玩了。啊，五级复制，怪不得会有这么高等级。五级复制复制出来的是十级的苍蝇啊！对，五级复制复制出来十级的苍蝇，八级的一个黄卡。还有五级狂暴呢，他还没用呢。五级狂暴的话是加40%的攻击速度跟移动速度。啊，慌了一毛，再来。这他那个卡打到2800分，我觉得一点都不惊讶的啊，打到传奇场都不惊讶的。好，可以了，继续，挺好的啊。来嘛，英雄。对，我不可能把把都是碰到这种2800分掉下来的人嘛，
这太不讲道理了。料级小炮，八级绿皮，先扛一波。对，先用骷髅兵扛一波，然后的话再让我的皮卡去拉仇恨，这样稍微能接受一下。好的 ，OK。然后对空的话是绿皮加法师对空，对地的话是投弹兵对可对地。对，然后投弹兵对地，直接打掉 ，OK。这波不赚，这波不赚，这波不赚，还行还行，出来一波骷髅兵，那还行还行还行，再出一波骷髅兵，再出一波骷髅兵，还可以还可以点到他两下塔，但我现在赚了点费啊，我现在赚了点费，而且我还赚了不少的费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波还赚了不少的费，这波我赚了不少费，还赚到两下，两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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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等级太低了，我了个擦嘞！我他喵为什么我不是两级的飞艇呀？我还好，我这一利用那个时间差，放。我是逗逼，你别理我。这塔如果爆掉的话，我就是逗逼。放的太晚了，早一点放就可以了。可以的啊，这不用管它，这东西打不掉的。再后压一个大皮卡啊。这倒是不要管他，这倒是五级的你就想打掉我一个塔吗？怎么可能？现在我利用一波机会把这边推了，然后看情况，如果持攻能攻得下来就攻，攻不下来我们就佯攻左边攻右边啊，看具体情况的啊。一个炸弹解决，对，好球好球好球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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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空。可以，这波真的攻下来。可以，大皮卡这边还能顶一波，还能顶一波就够了。然后十攻一下右边，佯攻左边，十攻右边啊，十攻右边，这边飞艇又能赚到一个。哎，跑猪你也跑得像样啊！我一级的骷髅再奈何不了你，能把你怼掉。大家看到没？兄弟们，番茄没有骗你们啊！佯攻左边，十攻右边，其实说是佯攻，其实左边的攻击力已经很高了。皮卡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他右边的话，其实我只要一样东西可以打下来了。但是貌似我觉得有些什么地方不太对。那个，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啊！哎，你怎么这么屌啊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把输的心服口服，我都知道他有野猪，我差了一费啊，早一费把骷髅兵上去，这下野猪怼不到我们必胜无疑啊，不怪别人啊，兄弟们，我们不要以什么等级为借口，不要以卡牌为理由，不怪别人，怪自己啊。刚刚的话明知道对面是有个野猪会怼你一下的时候，没有早留一费，留一个骷髅兵是错误的啊，这次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啊，血一般的教训啊，兄弟们，血一般的教训啊，你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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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咋地？啊！你要咋地？你要咋地？丢炸弹！你要咋地？再丢个炸弹！你要咋地？你要咋地？三下都贼不死一个，我真的是苦啊，兄弟们！我不说谁知道呢？这真的是苦啊！不还好，这边起码我耗了他塔的血了，打了半天他的血才跟我塔血一样多。对吧，打了半天别人塔的血才跟番茄的塔的血一样多，摸摸顺躺，哎，这波好像能摸他一下塔，哎，摸一下也好，好像就只摸了一下，这东西按道理说一下一个的啊，八级的战术师塔居然解不掉，因为这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，我想告诉你们，就那刚刚那小的自爆兵塔是一下打掉一个的，按道理是这样子啊，就他自爆兵几级，我的塔几级，就是一下一个啊，这是这个卡出来之后我们经过无数次试验的，但打不掉就打不掉，那没办法啊，打不掉八级居然打不掉，之前那次九级的打不掉我就算了，这次八级的居然也解不掉，哎，好呀嘛，神奇啊，怼一刀，哎，让你浪，
不管了，上飞艇了，番茄不管了，番茄直接飞你家去了，番茄直接飞你家去了。对，一下漂亮，这下可以要你老命，可以的啊，那不着急，这一下怼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那好像又可以怼大皮卡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，两刀，漂亮啊！无所谓啊，无所谓啊，两个法师、十个法师都没用，无所谓啊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哎，好，又可以怼一个。突然觉得我偷偷摸摸又可以上一个飞艇了。哎，我每次都这么偷偷摸摸靠飞艇赢，真的好吗？哎，漂亮，可以，搞了半天还是这样赢。一下，也就打一下而已。好，这把赢的磕磕绊绊，最终还是靠飞艇啊。算了，不想那么多，飞艇就飞艇吧，飞艇也是好样的，再打一把我们可以歇菜了。今天打的太困难了，碰到的都是牛逼啊，这就像番茄新买的鞋一样的啊，牛逼牌啊，太牛逼了。不知道新买的这双鞋能不能让我滑摩擦摩擦滑起来。啊，怼炸了，爽的一毛，开心吗？第二半血，看我这波能打你多少啊？看看番茄能打你多少，你再考虑后面的事儿。番茄一下子打不了你，那你比我屌，你比番茄美丽。哎，真的屌，真心屌，真心屌，真心打不掉血，躲一下，爽的一毛。这是上亏了，这不应该意气用事啊，上亏了。看看他有没有剑雨啊，正好看一波。没有剑雨，小闪电啊 ，OK， 而且他小闪电已经打掉了。我觉得这波有机会。他没有剑雨，他上的是小闪电，而且这波小闪电已经打掉了。可以。他对抗的手段不是很强，只有一个那个三个绿皮，一波剑雨可以清掉。哎呀，这东西小闪电你打掉了，还打掉火球，我看你怎么解，看你怎么解啊，小脸，番茄看你怎么解。对，没错，番茄看你怎么解。绿皮，我擦嘞！说好的绿皮呢？怎么变成一个法师了呀？但有什么用呢？哼。哎，我好伤心啊！还有法师，打的这样居然还有法师，丢啊！炸弹，你抱在手上干嘛呀？逗逼啊你！把炸弹抱在手上，快下！怼上去！好的，漂亮，怼上去了啊！哎，对，火球，我插来，直接秒、哦，小闪电啊，等待小闪电。就对这边啊，果然是小闪电啊！小闪电之后，我们准备上那个啊，上这个啊，两级的飞艇，跟我一级的不能比啊！不知道能不能偷掉他一个呢？修塔，我也无语了，这他喵的番茄也无语了。让我想想啊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这个飞艇怼两下就可以了，啊，漂亮，怼两下就可以了，果然是这样，果然一定是有办法的啊！虽然人家卡等级比我们高，我们只能透气了啊，实在打不赢只能透气，好吧。最后一把的话，番茄是靠偷鸡赢的。今天赢的一点都不光彩啊！今天我赢的脸上无光，输了半天啊。那事实证明，番茄一定要充钱了吗？我不，我就不。看来这把贝龙有什么用啊？就不充钱，就这样子。
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到了这儿就结束了。吃完番茄再接再厉，明天继续好不好，兄弟们？想不想明天继续看到番茄驰骋天下啊？那我们明天继续哦，拜拜。